年来关心一下我的天气啊。今年的第一道封面呢，梅雨封面来袭了。各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有短时的强降雨，雨势真的来得又大又急。而这梅雨天气会持续四天的时间，要提醒，尤其是在明后两天是最为剧烈的，尤其是在西半部的低洼地区，还有各地的山区，民众都要做好防范的工作。透过定量图来看到，其实在今天的白天主要是受到风前云气的影响，各地有阵雨或雷雨发生，而到了晚上要特别提醒的，主要因为封面本体呢逐渐的南压到台湾的上空，因此越晚雨势会越大，晚归或者是开夜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了。而随着今天封面南下的关系，其实越晚雨势越大的情况之下，到了星期六日，封面在台湾上空滞留，雨势是最为剧烈的，尤其在山区还有平地其实都要注意。而降雨时程来说的话，随着这封面逐渐的往南移，在星期天中部以北雨势会先缓和下来，南台湾的降雨是会比较明显的。而主要受到封面南移还有东北风增强之下，要注意的是北台湾的气温也会往下降，最冷落在星期日和星期一，早晚低温可能只有16、17度，高温也只有19到21度。天气要好转可能要到下个周一了，预估下周二周三因为天气明显转好，所以各地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，只有在局部山区可能会出现短暂雨，要特别留意。继续带您关心的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的天气预测。北台湾是有雨的，气温在22到23度之间，那么在中部地区会出现雷阵雨，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。至于南台湾，也要带您来看到的是，南台湾一样是有雨的天气，平均气温稍高一些些，在24到27度。至于东半部地区，宜兰今天是有雨的，花莲、台东是阴天。至于外岛的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呢，金门跟马祖气温稍低，在18到20度，特别提醒。